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式来打这个红军敢死队二，这个叫勇往直前占目标柏林的第三关，这关的名字叫做集结号。听这个名字呢，大家中国人就应该很熟悉，是一个保护领导撤退的关卡。现在这个局面呢是一个失败的局面，我只是大体看了一下，目标就是把这里面的这一群人给他们救到这个飞机上来。这个地方离红军还有一只起落。好，我们现在重新开始。Stalingrad, Northern Sector. A vast Nazi army has amassed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and attack seems imminent. However,A very important meeting must take place here between a senior Russian officer and Allied General Franklin O'Donnell. This meeting is crucial, and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d could change the course of the war on the Russian front. We have been informed of the presence of the Nazis' best marksman. He is here to ensure that the meeting does not take place. Do not underestimate him. He will kill you as soon as he sets his evil eye on you. So for God's sake, man,Keep your head down. Good luck, officer. The lives of many are in your hands. Looks like we've got some company. No shit. Looks like news of Bulldog's arrival's gotten back to Berlin. How nice of them to send a welcoming committee. They'll be wanting to capture him for interrogation. I couldn't care less. Let them have him. I personally can't stand him. If they capture him and make him talk, they could get hold of high-level intel.Then we'd be up Crap Creek. I'm not sure if you've noticed, but there seems to be a hell of a lot of our Nazi chums here. And? Oh, bugger. I'm ready. I've seen this guy.这个动画的时候敌人就在行动了，我们不看动画了这一次。Looks like I'm ready. 不知道这个会打出什么结果。I'm ready. Hey, yeah.那就不管他了，现在这个地方埋伏一下吧，因为这个敌人身上有些军服的。二号赶快跑，二号这个里面很小。
摊子，你好歹干点事情啊！我在哪个地方一号？一号这个地方怎么布置一下呢？拿给人用吗？啊哈，这个盟军呢？兄弟们，你们要、啊、要枪吗？哎，这里面还有箱子。哎呀，还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去啊！这啥意思啊？ Leave. We're in position, sir. Go ahead, soldier. Any change? Indeed. There are large groups of German soldiers. And enemy snipers. 我操，这个狙击手原来在这个房子里面。五个狙击手，上面连个五零机关枪手，视野非常的广。这个地方还关了一个人。A rather unusual transport that will reunite you with the rest of your commandos team in a nearby aerodrome. There you will find an aeroplane that will take you to Paris. You must avert this catastrophe. Good luck. 这个受伤的人居然没人管了。Leave it to us. We'll stay in contact via the radio, sir. Over and out. 估计在我听这段录音的时候， right, 敌人都冲过来了。Come on, let's go. 哎，这个倒计时是怎么回事啊？ It's done. 我去，敌人就冲到门口了。This is mine. 哎，不该去按这个警报啊，那就。就这些人了吗？没人了吗？就这些人了吗？感觉没多少。啊，这个地方被救了。我在这个地方堆尸体，他会一个一个来救。哎呀，居然还有司机，还有个气球。Two in position。哇，我的援军到了，然后马上死掉了。还有这个倒计时，这搞什么啊？还是不能去开这个，把这个东西放这个，藏在这个箱子后，然后来一个我捆一个，我是这样想，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还有个人呢，哎，还有一个人呢，哎，忘记了，这个是去勾引这个，是去勾引这个的。看看这边房子里面有什么。Leave it to me. 衣服怎么忘记了？啊哈！先进去看一看。又有个箱子。我操，这些东西都满了。这全是，啊哈，这后面绕过来，啊哈，哎，That's it。敌人现在才过来，那我感觉这个拳孔还是有机会的吧。
一号在这个地方，二号没有操作刚才，我先看一下这个地方会跑进来，然后去解板。我四号怎么死的？ That's it. 这个时候我应该在这边开一枪。 地方可以把他们全部吸引，这个地方三个人应该可以解决掉，这边两个也应该可以解决掉。下面看这个还有人往里面走，我的这边开枪应该可以吸引好多人啊，感觉这些人都应该可以吸引。 这个怎么会自动出错啊？我们就假装那几个捆掉了，二号得先爬回来，怪兽不得出。这个二号被打死了。二号、四号、一号穿上衣服，然后把这个干掉。 进房子里面去，二号终于爬回来了，一号把这个扛过来，应该在这个地方安全一点吧。二号说子弹给我，哎，我操，这么多东西。 枪还拿不？二号躲一下吧。二号，要不然他把俘虏扛到这个地方，一号再扛这个俘虏。哎，还有个俘虏了。哎，还有个俘虏了。这个地方迷彩色，差点没看到。哎呀，这么快就来了！我去，这个速度！ 这速度比我想的快呀！那就先不管这些人了，我一个人把这些东西拿完再说吧。反正那些东西要是我全捆的话，拿了也没用。 放在这个地方。Leave it to me. Yes. 二号，按道理这个俘虏应该往这边放，但是我没办法，先放这个地方。二号躲在这个地方。四号呢？四号已经躲好。 敌人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结果如何。他只要不从这个地方走就好了。This is mine.
开一枪。哎呀，没存盘就开枪啊，悲剧。这个存没存盘啊？哎呀，没存盘呐、啊。哎呀，这个二号怎么还没有爬回来？啊哈！什么四人小队？哪里有四人小队？这个四人小队不会冲过来吧？应该是一个一个来才对啊！我操，这个二号爬这么慢吗？哎呀，这个稍微过去了一点，有点悲剧啊！这个有点悲剧啊！你赶快转身吧，兄弟。哎呀，悲剧啊！这个这边可以捆完的，这个地方一口气捆得完。操作稍微差几二而已的，没有达到完美。这个俘虏没丢好，稍微丢过来就成功了。这个俘虏好像丢的位置还应该讲究一点。这边再丢一个，这边还有狙击手。哎呀，怎么又是二连击？这个盘应该时间够得了吧？他那些人不会往里面冲的，就是说把那个要进房子的人捆掉。哎呀，这个悲剧了。来吧，全部在这边捆，一个一个捆。这个地方就不丢出去了，免得把这外面的人引进来。身上不要有钥匙啊！我是当做你们都是废品的情况下打的。我操，这个，这个，一二三四五，这边我还丢了一个人吗？哎，这个悲剧啊，得把这个人扛走。这个手速不是我打的，应该换一个高手来玩这个捆吧。
觉得这边必须再丢一个人，不然把他分不开呀、啊。这个。好像有点晕嘛，这边必须分一个。这个应该分到这个地方。哎呀，这个操作，这个操作不是我在行的。这么快就来了，这次你又看不到了。这个人我穿着衣服他为什么能看穿？我感觉这个地方我肯定操作不过来。这三个一起冲进来，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必须这边要丢一个人才行，这边必须要丢一个。然后赌他看到这边这个，这个好像这个还是没丢好啊。还是应该丢远一点，这次他又看不到了。啊，我应该躲这个地方。分得开吗？你们两个？哎，你这三个又……我去，我开一枪吧！好像这边四个我拿还没办法，我必须在这个外面，这边应该先引诱一个人，但是我没有引诱。然后把这一堆人会引进来，我这边应该留一个人引诱一下，这边后面应该找一个人在这个后面来埋伏一下。他这个一波一波进来，四个人应该是能捆掉的，但现在我的这个手速好像有点跟不上。好像还是不能让他发现、啊、哎呀，我怎么忘记脱衣服战术了。
像开枪战术可以把他们的这个 CD 叉打乱。哎呀，这次。牛逼啊！我这个手速肯定跟不上，想都不用想。我们的菜鸟级手速，还是得赌一下吧。感觉这样好像可以成功啊，只要那边大门不要进人就行。哎，你这边三个就不对啦。好像还是差一点手速。哎，这边都入侵进去了，这么快吗？哎，这边要进去啊！怎么这边这么快就进来了？这个大门里面进了人了吗？进去看一下了。啊，这么早就进人了。那这关捆不了啊，这关捆不了啊。那这样我们刚才操作那么牛逼都没能实现。关键是这边这个人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个二号应该在这个地方开一枪的。看一下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进去的，这个四号都不知道救援一下吗？这个人是啥时候进去的呢？捆一捆，我办法倒是有，只不过得重新打，就看这几个人进不进去。他们要是不进去就能捆，这边可以全部解决，这边这条线的所有人都可以解决。这边这个已经是可以捆掉了，然后就是看这几个人他会不会进去。还真会进去啊，然后我在这边开枪，然后这几个人会赢过来，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这个手速怎么办呢？有一件衣服我捆了，把他们的衣服脱掉然后就行了，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捆是应该可以捆，这边一口气捆了，相当于就永远只有一个人。然后这边这个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跑进去的，这个地方会进人，也就是说我这边还得找一个人来防守。但只有一件衣服啊，现在这个只有一件军服，这边好像站不起来的。这个视野太广了。脱衣服战术可以把这个门的人全部解决掉，但是这边这个门，我看一下，要是我在这个地方脱衣服的话，这边好像没地方躲啊，这个角度够不了。看一下这个地方能躲得掉吗？我要是躲在这个地方，尸体放这个地方，然后这边一个，哎呀，还看不了这个地方，只能在这个地方。然后这边这个角度，这边也应该能捆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放一个尸体，我这个地方两边跑，怎么又死掉？这个地方我忘记我穿衣服这个，哎呀，穿衣服脱衣服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有点麻烦。我这个地方试一下吧。这个要是往这边一点就简单了。啊，这个地方就应该开枪的。开枪开倒霉了，救了就回去吧，兄弟们。Leave it to me。和我们刚才打的那个不一样了。这个没对啊，我应该变简单了才对啊。这边还有俘虏吗？哎呀，果然还有一个。我去，这个躲都躲不掉啊！这边这个俘虏，这些俘虏实际上都不应该存在的。我们好像操作有点失误的地方。还不回去吗？你们？该回去了。二号这个地方都已经预防好了。再看一看。这次来了四个人了，不是应该一个一个来吗？怎么这回这个地方会来四个人呢？没道理啊！这个俘虏也没法。Leave it to me。Piece of cake。
哦，对对对啊，因为俘虏跑了。哎呀，你不说我还真没想到。我说这个地方怎么和我们上次打的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俘虏跑了还会把人引过来。我看这个跑过来，啊，这些果然是，他会引人来这个跑了。好像这个 要是脱衣服的话好像更来不及了，不脱衣服好像是可以的，不脱衣服是来得及的。这个地方这个我没丢好，丢好刚好在这条线把俘虏丢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捆了就扛过来，捆了就扛过来，捆了就扛过来，然后这个地方就一直可以捆。关键是这边这个地方怎么会进人呢？那我们这个我看是哪个档，这个档也找。I'm ready. Good. 哎呀， okay. 这个你看不到我吗？ Okay. 这个隐身的。这边这个俘虏居然扛在这个地方，在没对啊，这个档。啊哈，啊，一号这边也来不及了。看得到吗？这个应该看得到吧。试一下这个。啊，这个要是多线操作好的话，这个地方全部可以打掉。好，那这边我枪都不敢开了。啊哈。Good. 哎呀，这个地方三连击。哇，来个去，这个开枪怎么开呢？还不敢开枪啊，这个。Good.这个地方可以开一下，这个地方可以干掉一个。哎，来拼一下吧，万一成功了呢？就是你啦，看这个，这不就对了。在那边这个怎么办呢？这边这个会冲进来啊。来救啊，兄弟。
操，这边真的要冲进来。这个也不能，也不好弄。这个俘虏没丢好。俘虏应该丢在这条线上，然后他就。这边把这个引诱一下。好像是这么回事吧。哎呀，这个好像阻止不了那边那个进来啊。这个地方一口气可以打翻三个人。一个。第二个怎么着急了一点。哎呀，这边这个，我操，原来是这样，他会过来，这样看到还能过来。这边进来的人肯定能看到这个，我这个地方还差两个人啊，要是把这两个人打完了，我就躲在这个后面来。这个要是双打或者是三个人一起打的话就简单，打完一个，另外一个人把这个俘虏扛走，剩下的人继续在这个地方打。看看能不能连续一口气把这三个打完，然后抓紧时间把那个。每次都是第二个失败。啊，第二个看来是要看这边，没法，还打不掉第二个。哎呀，这边又来了，两边都来了。我这样躲都躲不掉吗？好像没法了，没路了。我勒个去！好像的确是，
这个关卡看样子好像还真很不了，操作一个人好像有点跟不上，这个实际上都可以过来。我总感觉那个双线操作的话，把俘虏放在这条线上，来两个人就会过来两个，但是关键是这边只有一件军服，脱衣服也来不及，这个地方也利用不了。哎呀，看样子只能用那个防守吧，好像只有开枪来打一下了。这关卡难道打不过去吗？不能捆人居然不习惯。再试一下。真的不能阻止吗？开始要是把俘虏都丢在这个地方的话，这边又很难。这个俘虏没堆好啊，俘虏应该全部堆在这个后面，他就看不到了。然后这边这个俘虏应该放在这个地方，他进来的时候能看到。又要死机了，我看一下这边是怎么回事。这个地方进来一个，这个俘虏放这个地方，但我没地方躲啊。在这个地方放俘虏，这个地方打，好像也不行。和老大就这样，再看看任务吧。我的盟军在哪里呢？叫我的盟军来防守，我连我的盟军都没有看到啊！关键是枪支弹药也没有找，连击肯定可以全款。连击这边就是说一人负责一边，这边实际上就是说你躲在这个地方。躲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引人进来的，这个地方这个角落这个地方是可以躲人的，然后这边实际上也是一回事。三个人打的话这个关卡肯定可以全捆，这个地方就只有这一点，而且这边人他已经待很久了，这边的人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捆，这边的人把他引过来，在这个地方躲着，然后在这个地方堆俘虏，在这个地方可以捆好多人的。我的操作肯定，你像我的操作要是在这个地方捆着，这边捆，然后这个地方捆，这个来回切操作切换好像有点难。这边就应该很简单了，捆这边就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只有这两波入侵，相当于我们连这个什么什么发报任务，好像这个司机这个都不需要他来了，直接就能过关。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好地方可以把这些人全部引来捆掉的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来捆，这个地方像上面这个地方，刚开始那个地方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捆，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捆，另外一个人在这边来捆，这边不知道这个一口气跑到这个地方都不知道成不成。这个连击应该是肯定可以捆掉的，连击就太简单了，这边的人在这个地方引，好简单的，在这边地方就说，这边他好像开始会过来一个人的，可以把这个人捆掉，或者开枪把他引过来，躲在这个地方，趁他往回走的时候冲出来打回来。
好吧，好吧，这个看样子不让我单人捆的，我们来玩一下杀人战术吧。这个我还没打过这关，也不知道这关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来玩一下杀人战术吧，重新开始。杀人战术应该马上冲进去吧，冲进去发报，然后把司机叫过来。哇操，冷，好冷，然后赶快把这些装备拿了，这些都是枪啊，你们也过来一起拿。哎，你们两个这些废物枪赶快拿走啊，肯定是给盟军的，我想都不用想。哎，怎么你们都有手枪吗？我操，这个怎么这么多枪啊。哎，这个手枪早知道丢在外面的啊。Here we are. 待会儿再进来拿吧。Come on. 我们两个再进去把手枪捡了吧。这个司机怎么还没来呢？哎，那些人呢？司机跑哪里去了？不能说不关我的事。哎 ，OK， 那个司机跑哪里去了？怎么还不来？我跟你说，想不到我居然里还有穿军服的命。司机呢？我发报，哎，没发报啊，还。哎，怎么搞忘了，悲剧啊。哎，我发了报的啊。OK。这个程序怎么回事啊？人呢，人呢，我的人呢？司机跑哪里去了？让我抵抗到司机来吗？这不可能的事啊！没事，这个的。哎呀，你们终于来了，兄弟！不看你们了，赶快过来！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我进去还能的啊，这个是啊，这些人能给东西了吗？不能给啊。We're listening, sir. 我的盟军呢？这比不叫司机来还死得快啊。Stalingrad, Northern Sector. 我勒个去。A vast Nazi army has a look. OK. 不管我自己能抵抗，你开玩笑吧。我操，这关打不过啊。是不是应该把捆的这个区域扩大一点，在外面来捆？看一下这个区域，哇，这么大，我只能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
你就捆掉了。现在的话，你就已经被我捆掉了。你肯定会过来找俘虏，捆掉之后我扛进来。这个人已经干掉了。这个人本身就是送衣服的，这个人已经干掉了。然后这个人，我要是在这个地方把俘虏扛回来，在这边开一枪，我要是不捆他呢，这些人不动吗？哎，好像是这样的吧。我不捆这个人的话，哎，好像这些人不动啊，敌不动我不动吗？这叫现在在后面躲一下，看一下还有这种事吗？好像是这样的，要是不捆那个人，这些人会零散的过来。这四人组要是分开以后是很好捆的。你看网上那个快手熊猫的视频，一口就可以打掉这些人，从那个地方冲过来的时候。而且何况我们开枪可以把他的这个 CD 给打乱的。哎，那个狙击手不在了，但那个狙击手我肯定要把他干掉，因为他身上那件军服太值钱了。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这个地方我开枪，这个地方实际上可以把他的 CD 打乱的。关键就是说这个四人组必须把他干掉。我们看看哪些人，这个人这个时候进来我是可以轻松干掉的，我躲在这个地方过来把他打一拳，然后我再跑回来，时间足够的。然后这个人我在这个地方开一枪，他应该就跑进来了，然后我又把他给干掉。这个人然后再开一枪，然后他也被干掉。这个时候两人组就过来了。然后这个地方我要是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空隙，这边好像可以捆一个人，但我这边没有俘虏，这边还捆不了。开一枪好像可以捆一个人，然后这边再转过来，然后这个地方的人再开一枪，好像又可以捆一个人。这个地方一个，这个地方一个，这个地方三个人，这样分配三个人。看一下，现在是，你看现在他这个跑的速度实际上很慢的。哎，我们刚才打怎么打得那么激烈呢？这四个人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能够全部捆掉了。关键是这四个人捆掉以后，这个我不捆。哎呀，我不打你，你居然打我，这没道理吧？哎呀，烦了，重新来。我们还是得看一下这个开局是怎么回事。好像应该是可以捆的，这个地方藏一个人。这个工兵你就藏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二号。All right. 二号你就躲在这个犄角旮旯。Crystal clear. 好了，一号出来把那个军服抢掉。我现在重新来。我现在冲出去开一枪。啊哈。哎。幸亏存了一个盘的。一号。哦，这个地方就可以干扰他们的速度了，实际上应该在这个地方干扰。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一号的速度来得及吗？哎，我去，这个人看到了。I'm ready. 有这么巧吗，兄弟？你刚好看这一眼。把衣服给我，其他的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像这个人说，我本来就是给你衣服的，你那么猴急干嘛呢 ？OK。哎呀。Leave it to me。
这个应该是勾引上面这个人。我勒个去，你这个机关枪手怎么会这么惨？ Impossible, sir. 啊哈，这个是送给我们的。啊哈。哎，后面那个怎么看到的？这个你怎么会看到我跑的？ Leave it to me. 啊哈，啊哈。这个人直接在后面看到的吗？不是他。这开局这几分钟好像真的必须利用，要是不利用的话，让我们从这个地方跑过来把这个人干掉。 Leave it to me. 啊哈，啊哈，然后把这个丢进去。在这个地方我们重新存盘，这是蒙山的第一个，这个走得好慢啊。Right away, sir.把这个箱子开了，虽然不知道有些什么垃圾。不过好歹还是捡了一大堆。我从这后面过来，怎么没想到呢？在这个地方开枪，你能拿我活？好了，哎，哎呀，糟糕，这个冲锋枪有子弹限制的。哎呀，没有无限子弹，悲剧了。不知道，我想一下，要是那个有这个冲锋枪是无限子弹的话，哦，或者是这个。我这个地方没子弹了，这个子弹马上用完，然后这边好像这个已经打散了，我这边应该派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把这个干掉，这个干掉好像没意义。看一下，二号在这个地方，
二号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把他干掉，把他干掉，这个人已经扛走了，这个人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来看其他人，这两个人我贝利帽躲后面可以把这两个人一口气干掉，这两个人也没有了。然后这边新来的这个私人组，我二号在里面开枪可以引诱一个人过来，可以引诱两个人，两个人好像必须要那个，要司机的潘神我才能够。看一下这个，要是四人组不进去的话，这边已经干掉了两个，这两个往这个地方跑，这两个俘虏我这个地方扛在哪个地方藏了？好像没地方藏了。这个盟军二吗？你怎么也得研究捆的技术啊。把这个捆完才是我们这个打这个二代的。On your map。啊，这个样他们就分开了。但好像机关一号，一号是不能埋地的。啊，这个地方可以埋啊。哦，这个地方跑进去的。那这边的，这边的我们可以防守住，这边的都可以防守住。然后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我要是四号这个地方开一枪，然后就被打成蜂窝。这个人是最烦的，这个人还没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开枪，还不知道这后面还有没有人往里面走。一号，一号得在这个后面待命，然后把里面的人开枪再引出来。哎呀，可以埋地了，刚才我们捆一个埋一个，捆一个埋一个，捆一个埋一个，哎，好像就行了。然后这边这个好像可以埋地的话，我们应该像开始那种打法，好像一个人一个人操作好像也来得及啊。我在这个地方开一枪，然后跑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必须放一个俘虏，然后一个一个的捆，或者这个地方放两个俘虏。我们先试试这个打法吧。这个地方我能埋一方，好像可以爬到这个上面来等。好了，把这两个干掉。哎，先上去待着吧。感觉这个时间还是很充分的，应该一个人可以捆完。也就是说单线程操作不需要分兵。哎，这个人怎么消失了？你们看到没有？记得刚才这个地方有个红点，突然之间就没了。或者说我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躲一个，把那个四号不躲里面，躲这个地方。四号躲这个地方，我们看看有没有用。先看一号吧。哎呀，我去，这个还不能跳上去啊。那我们躲哪里了？这个地方躲得掉吗？我就躲这个地方吧，应该可以躲掉。四号要是我躲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感觉是应该躲外面，不应该躲里面才对。哎呀，四号这个地方应该把这个俘虏，哎，我那个俘虏呢？哎呀，扛进去了。对的对的，四号应该把俘虏弄过来，然后一号二号在这边就可以像刚才我们开局的一样，一口气把这里面的人全部捆掉。但好像这边又没有俘虏。哦，一号把这个人打翻以后可以扛一个俘虏进来。哎，一号呢？OK。
别跑，别跑，别跑！好像是这么回事。然后四号赶快过来把那具俘虏拿走。对啊，你说这个，刚才小林说这边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东西，我们来顺路看一下，好像没有。这个俘虏好像很重要的。哎，我们应该有两个俘虏啊，这边坐的那个呢，刚好三个俘虏，大家一人一个，两个俘虏。二号。我勒个去！四号过来扛一个俘虏。我怎么觉得少了一个俘虏了？这个人跑哪里去了？这里面有两具俘虏吗？果然是两具啊！ Ready, sir.一号到这边，四号过来。一号，对了，一号这个地方就可以干掉一个人，躲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能不能成功。哎呀，这个怎么就进来了？哎，这个打不到了。二号，你不能在这个地方不干活啊！哎，老兄，啊，这个四号就这样挂掉的，因为二号不干活，四号挂掉了。实际上应该是一号不干活导致的。哎，这个一号好像这个地方就少捆一个了。这个好像这个地方好像是来得及的，这一步是可以完成的。突然感觉这个俘虏好像没丢好，还不如不丢了。不丢，我可以把这两个人一起干掉。Leave it to me. Hmm. 狙击手是吗？这边来，用我们的老办法，狙击手可以开一枪吧？哎，狙击手没衣服，这个我们衣服好像调配没调配好啊。这个有衣服和没衣服在这个地方差别就很大了，你看不到吗？这个应该能看到吧？
把你们的 CD 叉先打乱一下。OK。小林觉得这样会不会成功呢？成功的话，我们又创造了一个这个红军敢死队的史上，因为这一关，按你这样说的话，就没有人能全毁。曾经有人说那个什么 U9 关卡不能全毁，结果也被我全毁掉了。这个关卡，还有这个关卡的第一关那个狙击关，好像你们说也不能全毁，但我还是给捆掉了。所以说很多关卡都是因为大家没有研究才导致的。哎，好了，我感觉好像胜利有点希望了。 I like this。 这个狙击手看到了不救人的吗？ I like this。 你们从哪边跑？大家先说好。快刀手原来是专切手。I like that。 这个人我把你捆掉一点问题都没有。哎，你这个哎呀，拼手速这就很亏啊，专门是针对我的，针对这种战术高手啊，因为战术高手都是不懂这个的。嗯，好了，我们这个地方又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哈，要把这些所有的人给他打散掉，不然的话，哈哈，哎呀，这个打得好流畅啊，我都有点佩服我了。我操，那边四个一号，你这个人废物就在这个地方看戏吗？能不能做点什么啊？一号说：“二号，你这个功勋让你抢完了，我想做都做不了啊！我们待会儿看看最后那个地方，那个这边这个来不来得及？你们都没见军服吗？”我操！哎呀，死党啊！哎呀，还在这个地方。I like that。I like this。I like that。看来那边要让那个工兵行动一下。这个关卡都是这样研究出来的。啊哈！OK。I like that。
掉啊。I like that. 全部叫过来，这有点费劲。I like that. I like that.贝雷帽这个衣服没拿过来，好，还是有点，还是有点区别的。哎，这个还会被识破。哎，刚才那个挡没存，有点可惜啊。必须把这个军官捆掉，两个人和三个人那个捆起来区别就太大了。I like this. 啊哈。I like that.I like that. Hmm. 这么差，就差这么一口气。I like that. I like. 刚才那道这么好，现在打的这么差劲了，这次。这地方来开枪了。好了，你死定了。好了，现在我们去救援那个了，救援那个什么谁谁谁啊，那个工兵。工兵说，我这个地方开一枪行吗？有个人看到了，只允许一个，那个回去。哎呀，这个工兵还算牛啊，这个位置好像丢得很不错，但就是必须一口气打翻。还是丢过去了一点，还应该往回丢一点，丢在这个马路沿上。啊，工兵是肯定没有军服的了。突然觉得这个俘虏早知道不丢的。你们这些人。Yes, sir. 就这样看着他吗？这个，这个地方存一个大的。哎，一个都没引过来。在这个地方，这个还是应该去引一下才对。
我这个，哎，还看不到吗？ Okay. 真看不到，我们再把这个丢出去一点。 啊，标题没改吗？标题没改，那可能忘记了。哎呀，我们这个好像还真这个操作跟不上啊，就读一下这个操作的问题。 一下这个操作的问题。好了，其他人都回去吧，我就只打他一个人。还有这个人。我去，这个人怎么看到？本来这边都成功了，这个还不能往这个靠，虽然这个距离近一点，我们操作方便。 这边也操作不了，双打、三打、三打应该是足够了。我们现在还空余一个贝雷帽没有操作，要是贝雷帽这边在这个地方赢这个地方再捆一点人的话，这个入侵的话是就得找三个高手联手来打这局部，然后就可以把这一关叫什么关的？ 这个局部，然后就可以把这一关，这关叫什么关的？这个入侵，这个反入侵关吧，给他全捆掉。然后让作者大吃一惊。十号说：“老子不干了，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哎，哎。 你去救这个人吧，不是来打我的吧？高手看门道啊，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破解？要是一个人的手速。 把这个俘虏扛进去，然后我自己才安全。好了，这个四号暂时安全了。我们现在来看二号，这个是 XXX2 好像已经废掉了吧？这个操作是肯定跟不上，我们就看这个操作，好像应该再多存一个档。
All right. 没看到我吧你。 哈哈。 I like this. 哎。 但这个人会进去了，他怎么办呢？那个人要是进去了，好像任务也失败了。这边还差一个人在后面开枪。哎，贝雷帽应该去。啊哈。嗯。I'm ready. 我操，这么长时间，我错档了，我就说嘛。Yes. 按顺序来了，啊哈，这个方向也，哎，一号没枪吗？哦，这个可以赢过了，但是我怎么打你？ 这个进门的人，我们一号在这个后面开枪，在这个地方开枪，可以把他引诱，然后这个人就会往这个地方跑。我们假设这个地方的人我们已经捆完了，然后就好像可以躲这个地方，躲在这个地方。哎，总觉得这一关是可以全。 再想一下有没有什么错过的？哎，四号呢？四号说要我帮忙吗？我们来，这个四号这边最终样子会是啥样？好像这样不行，还是得看这个没触发的。 操，一号，你的声波这么大！哇！哎呀，四号这个档。哎，这个双打肯定是能过的。哎呀，这个找一个人来双打，我们去找一个平台，小林和我一起打这个地方。 应该是横过瘾的这样打出来，让那个作者完全是目瞪口呆。你这个关卡我设计来杀人的，你居然能给我全捆掉，这完全不叫话。哎呀，这个应该砍具尸体走，好像来不及啊。 哎呀，这个好像的确不行啊，这个会进去，这个会进去。
录了半天白录了，啥都没录下来。一号要是埋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成功了吗？这边的人会进来了。Yes。把这个人全部扛过了。这个还是得需要一个引诱的，一个人的确干不了。哎。对没手速的玩家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这边要是四号开枪 ，OK。这个地方好像四号开枪可以一口气打翻这边的所有人。然后这边这个地方就全靠二号一个人干活了，好像最终还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利用这个四号的这个一口气把这边的人全部打翻才行，不然这个时间肯定来不及。这个地方居然也可以用，看一下他跑到这个地方。再跑过了，我在这个地方放一个符，他看到之后，然后我们再冲进来。这个地方，四号把俘虏扛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得把这些就是俘虏把它集中到一个地方才行，在一个地方捆才行，不然的话两个地方捆这个手速肯定跟不上，光是切换都会，好像只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比较好，捆了之后马上埋掉，捆了之后就埋掉，捆了之后就埋掉。哎，好像这个地方是可以的吧？这个地方捆了埋掉，捆了埋掉，捆了埋掉，捆了埋掉。然后这边又同时来的话就不行了。这个任务算失败了吗？要是不管这些将军的话。管将军居然要强行死机，谢谢小林的50个奖杯啊！可惜这一关我们没有打过去啊。50个银龙奖杯，我再重新看一下来。这个人能给你一把枪吗，兄弟？你枪都不要一把，你们几个到底是来打仗的还是度假的？一开始出来我们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出来贝雷帽最多把他干掉。贝雷帽。要是把这个人打昏，但是我不捆他呢，会不会这后面的人就不过来了？你看这个人消失了，大家看到没有？我前面就说那一次，怎么突然消失了？这个人身上会不会有很多东西打？捆掉他之后直接，哎，我好像发现他会从这个地方来。哎呀，我们怎么忘记这个东西了？还有个引诱器我们没有用。
你说用燃射弹那个我是知道，用燃射弹那个简单，我这个地方捆这么多人，然后丢一堆，我把俘虏全部丢在这个地方。你如果说只是想杀人过关的话还是简单，把这个俘虏丢在这个地方，那个司机趴在这个地方，一个燃烧弹，这个地方他们所有人入侵的人就直接就捆完了，就直接烧死完了。就是说要过这一关还是简单，我现在就是想怎么捆，因为毕竟过这一关很多人都过了，要这个地方杀这一关，没我感觉是没难度的。你其他不说，随便丢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光是这边三个燃烧弹，三个吗？四个燃烧弹，这才多少人啊？直接都烧光了，还用不得那么辛苦，直接烧就行了。我总想打一下大家都没打过的吧。哎，这个人还会出来？他怎么才能不进去呢？我在想，如何让这些人不进去？看一下吧，然后下一把我们就打一下杀人的玩法。下一把我们就打一下杀人的玩法。怎么被你们打死了，这些人就不进去了吗？司机躲后面，这一堆人就已经烧完了，然后我们就司机就可以跑过来，跑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丢一个燃烧弹，然后这一堆人也烧完了，现在用了两个燃烧弹，然后这些人又过来，我再丢一个燃烧弹，这一堆人又烧完，用了三个，然后还有最后两个人就开枪吧。然后这边还有几个人，我操，这后面还有人吗？哎，算了，我打一下杀人的吧，毕竟还没有打过这一关，也不好意思，冲过来把这个东西抢了再说。这是工兵的东西，我操，工兵有这么多东西，啊哈，电灵猫你跑得贼快 ，OK， 哎，算了，趴着拿吧。二号就过来把这个，done啊！四号，哎，这是，哎呀，这么悲剧吗？这关有没有引用器 bug 的？要是有引用器 bug 的话，那不是所有人都直接定住了？那我们就轻松可以捆掉了。Agreed。快往回跑吧，兄弟，你啥都别拿了。哦，原来地下这些子弹是冲锋枪子弹啊。I'm your man。二号说，反正杀人，那我就过。哎，哎呀，浪费了一颗子弹。啊，这个悲剧啊，这是什么子弹？哎，我捡的是什么东西啊？哎，这没用啊，这个东西。嗯，哎呀，怎么我也满了这个？哈哈。All right。四号，你也别待着，去干点活啊，比如发发报这些事情。
飞联帽这个地方等一下，把这个军服偷掉。哎，那个军服的呢？这是我们按照标准玩法。看一下这个标准玩法吧，我感觉应该不是太难。哎，我的手雷呢？这个炸药不知道能不能用。Yes。我就躲在这个地方。哇，这个地方会把我自己炸死。OK。在后面一点。然后这边我就按照刚才那个玩法就行。Yes。反正都杀人了，我们索性多杀几个。哎，人呢？这么慢？那个狙击手跑了吗？哎呀，那个狙击手跑了！我操！我狙击手这个，我刀呢？刀也没有。原来是这个意思。原来是这个意思。Leave it to me. 啊，我这个地方感觉是。我操，那个那个人真跑掉。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引诱器。我忽然忘记了，要是引诱器能用的话，这个不是一招先吃遍天吗？这个哪个打我的？这个没人啊，这个地方。这没道理吧？下引诱器，后面就打冷枪。这个谁？我操！已经在房子里面去了。啊！过来，把这个手雷拿着。你去把那个房子炸掉。我也拿一个。炸弹也是我的。二号说：“我没什么事情了，先到后面去躲一下。”四号说：“这样不是办法，我们两个怎么打 ？”OK。哎，这个丢不进去吗 ？I was trained for this。你还在里面看？我丢在这个地方，哎，丢不到。这个人好像会到这边来的。我去，引诱器被踢爆了。哎呀！哇！要坚持这么久。小林说的的确对，坚持到这个燃烧弹来，一开局就必须去那个，然后贝林帽把那个衣服偷到，主要是把那个狙击手干掉，然后就是好像有三个燃烧弹我们可以拿到手，三个燃烧弹加三个手雷。哎，居然还打不过这一关。怎么搞的？居然还打不过这一关，这开局都还没有过，今天打，哇，第一次打这么繁琐的关卡，重新看一下，到底是谁身上的东西是满的？哎，都没有东西啊，刚才谁拿东西拿满？
对啊，这个里面的东西我还没看。操，这样跑，这样跑，里面有路你不走，外面你再绕。Agreed。这个按道理是应该拿给他们才对啊，这个怎么一个人都？这楼上这个有用吗？啊，对啊，是就这个人才对。哎呀，肯定是这个样子。我去找一个那个，找一个医疗包。医疗包不在这个里面。看看我们这个标准玩法是怎么样的。有一个医疗包了，哎呀，燃烧弹又多了，这个燃烧弹哪个地方拿了两个，一口气拿到两个。我操，二号你怎么在爬啊？猜错的话就应该是这样，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要了，我去，这个不是救你啊。This is mine. 这个谁是空投的啊？我操，这么多人出来，就是啊！这个小林，你还说盟军没用，怎么可能啊？这么多人，这都是摆设吗？哦，这个被这个打死了，这个里面的这个打死的。原来这关是这样玩的，原来这关是这样玩的。Starling Web， I'm ready。Okay。还有两个燃烧弹呢，哎，我那两个燃烧弹是哪里捡的？那个人还没过来吗？啊，这个地方捡的燃烧弹，待会儿那个来直接就可以了。说我是白色的那个，衣服脱掉，所有子弹拿走，二号马上就变肥了。好了，赶快去防守吧。这个谁啊？赶快给我下来，我认都认不到。Okay。
生了什么事情？存一个盘。哎，我怎么会冻死了？这个，哎，这个。一号在哪里啊？怎么会被冻死了？我去！一号在这个外面怎么会被冻死了？一号在这个地方冻死了。这什么程序啊？难道我这个补丁又没打吗？这个怎么这样会被冻死？太不像话了！我看一下这个盟军有没有用。我操！你这些盟军有枪没有啊？枪都没有一把吧？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 bug 吗？还是什么啊？怎么老大会被冻死？降落伞，我以为是司机啊，我以为这样也可以触发司机了。没有 Q6 关卡，搞不好要把 Q4 打完了，然后才有 Q6。Q3 我是打了 ，Q4 打了估计才有。这个游戏纯粹坑我吧。我先去偷一个这个。这个两个，放一个在里面吧。然后这个地方等一下，一号过来偷东西。这关有人全捆了吗？我想知道这关有没有人全捆。你小子不走的吗 ？OK， 我得走了，我要冻死了。把司机也叫来。We're in. Ready, sir. 哎呀，这个。我过来把这个手雷拿了吧。场面非常的混乱，这个降落伞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降落伞我不能点吗？图门的手脚还是带的，什么意思啊？哎，怎么搞的这些关卡？这个关卡你们复刻？哎呀，这个是贝雷帽啊！我勒个去！
原来又是这个设计，这个还打什么？二号有多少发子弹？我想四发，然后那边还可以拿几发？可以拿六发子弹。为什么要这样骗我？你们这些程序设计的？二号，我操，打那么多。一号没有刀子，有刀子这个地方刷刷刷刷刷，是没有刀吧？我以为那个盟军出来之后可以给他们枪了，那里面那么多枪，按道理就是给盟军的啊。哎呀，这个关卡我还打不过了吗？这个关卡我还打不过了吗？这样一看，没有，我刚才存盘，哦，这个盘已经不行了，这个盟军死完了又，哎，这他妈的悲剧啊！我想一下，不救盟军，然后把东西拿了，我在哪里汇合了？我在这个地方汇合。这个地方汇合好像丢不了这么远，躲在里面这个进去失败吗？还是里面的人被打死了才失败？我贝雷帽躲在那个里面，哎，这个盟军死完了，哎，这个关卡非常有。让我非常非常有挑战性啊！桥边的箱子，这个箱子，我操，这个箱子根本不可能呐！哇，司机说我来晚了，通知们。这好像就是我们的总理经常说的一句话：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啊，有司机来了，实际上这个关卡就简单多了。司机替代这边放夹子，一来夹一个，然后这边交给那个什么贝雷帽在这边慢慢捆，拉就哦慢慢杀就行了。这个倒计时是什么意思啊？倒计时完了，任务就失败吗 ？I'm ready。二号说我们来等一下吧，看看这个任务完了是什么。你们肯定没有人等过这个任务完吧？我想，这个关卡，我要是全捆，然后单线操作全捆的话，我们看一下怎么设计才行。一出来把那个，哎，好像可以啊，我们躲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阁楼里面开枪的话，这些人会上来的。这些人会上这个楼，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地方。我在这个窗口开枪，这下面的人就会上来。哎，好像可以啊，让盟军去死，然后。哦，盟军死了就不能过关了吧？这没说盟军死了不能过关啊。这个没有说啊，主任务里面没有说盟军死完了不能过关啊，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尝试过啊？刚才我应该认真一点，不死这两个，然后继续这个档这样打下去，看看最后能不能过关。你看这个盟军死了以后，这些人的那个时间差就完全被打乱，而且很延迟啊，非常非常的延迟。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把这些人全部捆掉。
好像是这样的，好像这样捆才是对的。然后我又就冲住了时间，在这边把他们捆掉，让盟军去死。这个主任务里面没有说不让盟军死。怎么没有你啊？没有那个关卡，说都说了。这个没有说不让盟军死啊。盟军死了以后，我这个地方是可以全捆的，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捆完了。而且这个倒计时，估计你们绝对也没人去等他完了之后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哎呀，我这次大意了一点，不该让这个人死掉。这两个人要是不死的话，我现在还可以继续打。这边的人我都可以捆完，他进不去这个楼的。哎，现在进楼怎么没有死机呢？他没有开枪打那个人吗？出来一个。哎，然后这边也可以打了，这边也可以过了，我这个桥也可以过来了。我操，这个桥过不来。哦，可以爬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口气跑过来，好像也是花。我这个地这边可以跑，这边跑过来，从这个地方跑过来，好像没人可以看到。穿着军服从这个地方跑过来。这边的人是可以捆完的，让盟军牺牲以后，这关莫名其妙，我举了一个名字叫集结号，然后就是牺牲这么多的士兵去保全最后那个进去一个人，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好了，我们来看看那个人在哪里。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没死啊，那就可以啊。这个人是任务的吧，把这个人护送到飞机上吧，应该是。哦，我没救这个人吗？我救了的吧，他怎么还躺着？哎，已经救了，还能打针吗？那应该是这样打的吧。那这个关卡就可以全考，你们反正都没有尝试，要不我来尝试一下。保护目标在一楼吗？保护这个没有说在哪里。对，这个是防御敌人进攻，这个不管。这个什么什么防御敌人可以，把这个什么军官吧带到飞机里面去。看到发困是因为就是说你没有玩新的玩法，要是明天我那样打通了，今天看的人就一点都不困难，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很正常的。我本来打这关都有点发困，但是打到现在突然就发现好有意思。要是我按这关取名叫集结号，把这些士兵全部派出来送死，然后延缓了敌人的进攻，我们这个贝雷帽和这个贝雷帽在这个地方把这一堆人相当于把这一片的人都捆完了，这边的人进去就进去不管他，反正他也不会杀我们那个人。但是我就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过关，是这个是 enemy counter， 敌人不能进去，如果时间过了敌人会摧毁飞机。哎呀，敌人还会摧毁飞机，这个时间到了敌人还会把这个飞机炸掉。哦，这个盟军要是出来的话敌人是进不去的，他提示盟军死的太多了，到底是只是一个提示呢，还是说就是不能过关啊？大家都不知道，也没人这样尝试过。
人这样尝试过的。我这一次就比较后悔，我就想看看这个时间到底会发生什么。这个我们已经看出来，如果派这一堆集结号的人去送死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堆的人全部捆掉了，这边的人就可以全部捆完，然后贝雷帽就可以通过这个降落伞，贝雷帽通过降落伞降落到，哎呀，怎么又来人了？我操，坦克都来了，这个坦克从哪里来的？我操，这边还在出人。你没有盟军，你的子弹根本就不可能防御，只有用那几个燃烧弹把这一出去的这个是可以防御。这后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十二分钟，怎么这个人突然之间满屏幕都是了？我这个降落伞都没地方放。这里还有一门高手即将，我降落伞降落在这个地方，估计会被打成风雾。救了人，我有降落伞。我总觉得这个降落伞我们还没有利用好，这个降落伞。让贝雷帽在这地方死一下。我操，还没降下来就死。现在我们还有个二号，最后的这个，这个游戏任务失败了，没提示，毕竟是太早的游戏，这个不提示还是有点烦的。到底这样能不能打？哎，我们今天都差点捆成功了，还是差一步。怎么把这边的人给他引到这边？主要是还是双线操作不了，我没那么好。兵要是躲在这个地方，好像又有一点可能性了。一出来把司机救了，然后司机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判神，我们判神拉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每一次捆一个。这边只有四个，这边好像只有四个吗？八个人吧，好像就只有，就说双线操作好像就只操作那可能三十秒的时间吧，就那三十秒。应该就是说双线操作我们就来得及，这个地方是可以很容易的，在这个地方拉个绳子，在这个里面开一枪，我在这个后面搞不好一次可以打两个人，一次可以捆两个人。这个地方要是一次能捆两个人的话，他这个本来就是四个人都是两个一轮的，刚好可以捆完。然后这边的人我们用这个贝雷帽埋地，贝雷帽这个地方可以埋地，杀捆一个埋一个，捆一个埋一个，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腾挪一下，就是说万一搞不赢的话，贝雷帽这个地方埋一下，然后先把这边的人给解决掉，这边捆了之后丢到这个窗户里面去，相当于这边这个还是安安全全的，而且这边搞不好还可以就是说和这边接应一下吧。这个跑到这个地方开一枪，然后再躲到这个边缘了，这个边缘他是看不到的。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说这一切都停留在口头上，还没有成功的。就像上一次我们打那个什么什么悠久关卡的时候也是这样，悠时关卡我们折腾了一晚上才成功。现在这个关卡我们折腾了一晚上呢，好像是找到了一个全捆单人全捆可行性，好像有点可行性了。
现在就等这个实验，看这个实验完了会发生什么。这边让这些人去死的话，的确又可以大大的延缓我们的实验。这个任务这个保护这个将军，哎，这个二号我能不能冲进去看一看那个尸体到底是谁啊？到底上面那个人叫这个，哎呀，这个是什么？戴尔吧，当尔。让贝雷帽跳伞的设置，这纯粹坑人呐！这个满地图都是人，这个地方都有人，降落在这个后面吗？哎呀，这个后面好像是最安全。哎呀，还真是这个地方啊！哎，真是降落在这个地方，降落在这个地方就，这个人怎么出来的？时间完了吗？继续看我们这个设计吧。五号出来，五号在这个地方，四号在这边，四号在这个地方等着。四号在这边等的时候可以偷袭几个人。四号只能趴在这个地方。然后一号把这个人。这个人都无所谓了，一号就等这边这个人，先把这个人补掉之后跑进来，把这个人。二号之前就先把弹药收集一下。哎呀，不杀人好像这些道具没用啊，这些箱子里面的道具我都不需要费神了，我就好好生生的找一下地方，或者说我二号跑到这个里面来，在这个楼上开枪，这边的人就会跑过去。哎呀，好像是这个道理啊。我四号在这个过来第一个人的时候，我在这上面开一枪，我把第一个人打昏，开一枪，这剩余的人就会来抓这个楼里面的人。我四号就可以把这个人捆走，然后扛回来，然后二号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情况，这个里面我。他会跑到这个楼上，刚才我们丢过一个雷，把他炸飞了。哎呀，谢谢这个小林送了100个这个奖杯啊！嗯，不知道是什么游戏，这个里面开枪会把人引过去，但是那个我回忆一下，这个里面好像。真看不到吗？真看不到！我在这个地方把人丢进去，丢在那个桌子下面，然后我在这个里面开枪，再躲到那个门后面。这些人冲进来之后，就会看到那个桌子下面的那个俘虏，然后就会卡在那个地方。慢一点，再想一想，出来开局。二号先跑进来，把这个爆发了，然后出来。哎，二号是在哪里？哦，二号是往这个里面跑。二号发了爆之后往这个里面。
号在这个地方等着，把这个狙击手打完，然后把衣服脱掉，绕过来把这个人干掉，然后丢进去，都不用丢，反正随便放一个地方，然后就慢慢等，司机来了的时候，哇，我这边还是得操作，我这边还是得，这边这个操作太费操作了，而且没空去管其他的地方，拉绳子还要拉绳子，还要切屏，这个切屏怎么切得过来呀？好像不具备操作性的，对于熊猫来说。这个地方还需要一个，看一下这个来的，这个地方拉绳子，然后这边这个大图我们就来，这个大图是拿给我，还好像还是得把那个狙击号的军队，狙击号的部队放出去拖延敌人，然后我们这个将军才有机会跑。在这边就这么多人，他不会再来人了。然后我们来数一下有多少人，这是他固定好以后，比如说他冲进去以后，这个算失败的。初期这个地方一共好像有一队、两队、三队、四队，四队人16个。我们之前已经尝试过一口气捆掉8个人，一口气捆掉8个人是可行的。主要然后就是这边这个是最快，这边突然跑了4个人来，这边突然跑了4个人来，我们这个工兵在这个地方，这个胖子老师比较笨拙一点。没有成功，或者说因为操作来不及吧，这边要操作2号，这边要操作4号，现在先让4号在这个地方躲一下。哎，好像是可以啊，4号躲的时候，这个看一下，哎，这个不是那种狙击手，4号躲的时候，等他们跑过来，我们4号可以先爬出来开一枪，再爬回来，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继续那个。哎，等你这个玩，差点按到那个快毒去了，我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档，来看一下，那个成不成？3分钟，我看这个飞机怎么爆的，我就不信你这个二代里面这么大个飞机你还能把它炸掉，自己的飞机你们居然要把它炸掉。如果时间到敌人会摧毁这个飞机，我就不信，我们就来看看你到底炸怎么炸这个飞机。这个地方的防守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分析到位了，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引诱器没用，哎，对呀，我们有一个引诱器，把引诱器拿给4号，拿给工兵，工兵在这个地方用引诱器，我感觉好像就成功了。工兵要是在这边用引诱器的话，其他不说多了，我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拖一下，然后时间拖了，我这边就可以捆完了。然后这边进来一个人往这边跑的时候，我就可以躲到这个箱子后面，然后来捆他了。哎，我好像感觉这个时间好像应该足够了。他跑进来的时候会往这边看一眼。或者说我公民在这个里面放这个引诱器，这个地方丢一个俘虏，这个地方丢一个俘虏，然后把引诱器放这个地方，引诱器放在这个电车这个地方，引诱进来一个，我去捆的时候开引诱器，
哎，我二号怎么爬出来了？哎，不会游戏断了吧？哎，哎，这个关卡好像这个游戏不强制关闭的，其他关卡人死完了，这个游戏就关完了。刚才怎么关？我怎么把这个狙击手拿出来了？搞得我现在四个骷髅。还有一分钟，我们来看这个飞机怎么爆炸。今天录了一个失败的场景。哎呀，这个好像还在录。这个录失败的场景，要是传到视频网站去，大家看，那些新手不知道，然后一看那个开头，啊，没看直播的人一看。哎呀，这个关卡这样打好像很有趣，然后不断的砍，然后越砍越困，打看到最后，哎，怎么这个关还没打完吗？好，等这个飞机爆炸，我们这个录像就结束。对，20多，人都死完了，你们还在这个地方装模作样，骗元首的经费吗？四个骷髅头，死得老惨了。集结号就这样，四个人去打400个，这不是送死吗？哇操，这个飞机还真炸掉了。好好好，哇，这个门果然没有了，这个飞机的门没有了，这个飞机的门没有了，这个飞机被炸掉了。啊，刚才应该看这个大主，但是这个特效就没有一代好了，一代要是飞机炸掉了，一定是一堆破铜烂铁。这个二代居然还是原样，动都没有动。啊，好吧，我们这个录像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我现在不录了，来看一看这个我们这个打法行不行。